习想请教刘部长。蔡委员长。部长你好。是。请问部长，你有没有抽烟的经验？有。有哈。部长很不错哈，很坦诚。你都抽什么烟？我以前因为在有时候在学校大学吧，有些我们因为我在参加登山社，有的人抽烟，人家抽烟就给我一根，我就抽。你现在还没有抽烟？没有。部长，请问现在烟一包大概多少钱？现在一包大概有一百吧，一百七八十。七八十。我的了解是一百，不过他们说七八十。啊、不同的烟真的价钱也是有点差距了。差不多50块钱到100块钱啦。是。那更贵的还是有啦。是是。一般老百姓抽的大概是50块多一点的啦。好。那部长请教一下哦，老百姓哈、哦，就是出国啊，顺手啊，多带个几条烟。那么一包烟假设很便宜，50块钱好了。是。好，那么一条烟呢、啊，大概是500块吧。上下要多一点。是。那500块的烟哈、哦。它一般来讲是只当爱带一条进来嘛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多带一条，依现行规定是不是就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？多带5条以上，就是多带一条，超过5条，到多带一条的话就没收。啊，没收。目前是没收。那5条以上就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是的。移送。法办对依现行规定是这样子，这好像严格了一点吧？太严了，太严，你也觉得要放松嘛？对，所以我们其实法案已经4月19号送进去行政院。对啊，部长有抽烟的经验哈、哦，所以比较会有同理心哈、哦，这一点我高度肯定。那部长哈、哦，那请问一下哈、哦，100万可以买多少烟？啊？100万新台币可以买多少烟？100万的话，因为一条大概500嘛哈、哦，所以这个非常多。可以买2000条烟，照我们刚才算法，2000条烟、嗯 okay ，部长，一般的卖一箱烟呢，一箱装几条？这个我不太知道。大概50条装一箱。50条 ，OK。所以2000条烟，100万可以买40箱，是买40箱的烟，是，一箱烟要几个人才搬得动？一箱烟大概不好搬啦，主要是不好搬。2个人搬得动？是，所以表示。花100万，可以买40箱的烟，每一箱50条，那么要用80个人扛才搬得动。是。那如果我们100万以上的烟哦，才要处罚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我们会不会看到在松山机场啊、桃园机场啊，会有80个人排成一队都在扛香烟，嘿咻出来？这会不会太宽了一点？我们行政院的版，我们财政部的版本是蛮不一样的一个版本。我们只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版本了。对，因为行政院还在审查中。我们4月19号送进去的，那现在我都提醒你这个具体的景象。我们是非常不一样。那如果不在机场里面哈、哦，随身携带行李来搬的话，假如用货柜来走私，平均走私10次，还逮不到1次。假设抽中率很高1次的，那。我10次里面猜中被抓到1次，罚20万到200万，蛮划算的嘛，因为烟品捐蛮划算的嘛。所以你们到底要拿捏到什么程度？是不是说把这个烟带太多的，仅限于在航空站，仅限于可携带的行李的范围里面？是财政部版本把那个列入就不算是走私，那2条到5条我们罚款1条500块。然后超过5条以后，然后没收。如果没有申报的话，然后5条以上的每一条罚1000块。然后如果是累犯，我们加重罚则。多少条以上才2年以下有期徒刑？没有，我们认为如果是自己机场带进来的那个是跟走私行为不太一样。讲清楚，只限机场哦。是的。不包括货柜走私哦。不包括，那个是要用刑法的。哦。那可是机场随身旅客带进来的，我们就是罚他1000块跟500块一条。是确定的哦，你们的看法是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我们4月19号送进去，现在在行政院的这个版本是这样子的。哦、所以说，在机场里面要稍微用手带行李宽松一点嘛。是。哦。是。然后我们立很多牌子告诉他们这个状况。用刑法伺候人嘛。是的，要不然下一次你抽烟的时候多带2条，搞不好抓你去关呢、啊。对。不过我没有吸过毒。我没有吸的哈、哦。OK， 所以这地方可能要注意，那区隔一下货柜走私的差别。好、哦，我区隔一下海运其他货运走私的差别。是的，是的。好、哦，因为我看国库署长在点头，是吧？对，跟我无关哈、哦。
这是有关于这个税的问题。再来哈、哦，这个辛苦了，最近正所税哈、哦，哪里？你经常上头版的报纸。这个，请问一下部长，我们原先呢、哦，马总统说电价要一次涨足，经过民意的反应之后呢，分三段涨。请问部长，我们正所税可不可以也来分三段调税？我举个例子，是，我举个例子，比如分三阶段日数条款，明年开始只对盈利事业的正所税课征，再过五年以后开始对个人所得税课征，提醒大家开始记账，那么再过七年以后我们对投资法人课征，是不是应该分三阶段？可不可以？马总统都可以由一阶段调涨，现在改成三阶段，我正所税也可以分三阶段来扩大课征范围，有无不可？我想这个部分真的是，就是说现在行政院版本送到立法院以后哦，立法院我想是真的就合议制，我们在这边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出一个觉得最适合的一个版本，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方向。哦，哎，所以最适合版本是经过大家讨论协商再定嘛，哈、哦。是的，是的，当一定的。啊、部长这个态度真客气，真好。哦，没有说像前段时间有哪些部位喊说，我要一次涨足，碰到石头以后就变成什么？三阶段，我刚开始建议说，不要120度以下不涨了，我建议说250度啦，就搞个老半天，现在退到330度，前面浪少一点不浪，后面浪多一点，你乖乖就浪了，哦，所以部长回去仔细思考一下。好。哦，我们课征的对象可不可以分三阶段？嗯。三阶段怎么分？是。会比较理想，减缓冲击，目的还是达到，立下制度，你还是名垂不朽。一样啦，没有啦，我没有要做这么伟大的事情。那建立制度总该要带钢盔的嘛。我只是就说行政财政部的版本还没出炉之前，我们总是尽量对外说明说我们的理念是什么。然后当然就是在行政院在笑，他可能不太同意。然后再来到立法院，当然就是说看立法院大家一起讨论出来。我对啊，这个是减缓冲击很好的办法嘛。是啊，是哦，这个啊，谢谢这个部长哈啊，谢谢，我要请个经管会。委员长，吴副主委好，是啊，老是有媒体哦，在传说你们不同意财政部的版本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没有，我们一再的对外说明说，行政院版本通过之后，我们都错。我讲财政部的版本啦、啊。我们尊重行政院的版本。哦，所以不尊重财政部的版本，尊重行政院的版本。因为行政院版本是送到大院来，所以当然我们尊重行政院的这个决定。所以行政院官比较大，说你们乖乖听；财政部官跟你们一样大，说你们不听。因为我们在之前当然充分表达意见，那行政院版本我们一定尊重。哦，充分表达意见，到行政院院长一拍板定案的话，就完全服从，不再有异议。就尊重，嘿。哦，不会有什么其他杂音。我们都没有再有其他的这些意见的论述。好，请教一下哈、哦，现在我们发行人民币点心债是什么状况？这个部分我们是有在研究，说是不是还在研究而已。企业，因为华南银行不是已经准备开办人民币业务了吗？不是，您刚提的，如果说发这个点心债，如果从企业的观点来看，我们是在研究让上市柜公司哦，它未来是不是可以在香港发人民币的这个债券来支应、这个，就是点心债嘛，大家通称点心债嘛。对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在洽相关单位，还在研究当中。好，那华南银行听说可以办人民币存款的业务还是什么业务了吗？那个部分我们所了解就是它是取得第一阶段的核准，但是它还要有第二阶段，把相关的这一些步骤做好之后，还要取得第二阶段的核准。第二阶段核准完就可以办了？依照他们的规定是这样。办的范围有多广？第一年当然是先对这个台资企业。对台资企业呀。对。那其他银行有没有前仆后继？其他银行当然都在积极在申请当中吧。可不可以下一次跟这个大陆人商量一下，不要光到台资企业嘛，所有的外资企业、港资企业全部涵盖在里面嘛。这些我们跟他们讲，叫他等给他多。不，因为他是第一年有获利就可以办台资企业，是比外资银行在大陆的是在 ECFA 早期清单里面是比较优惠的。这个优惠还不够看嘛？我们会再积极帮业者来争取，好不好？好好跟他们谈一谈看嘛。是，对你台资企业可以。
那请问你为什么港资企业在我们台资银行就不行？都是同样是外资啊，还有外资企业为什么就不行？扩大我们台资企业服务的范围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的外资企业本来就跟我们国内银行有往来嘛，是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外资企业的国内银行有往来，又到大陆上去的时候，哎，驾轻就熟嘛，信用记录完整，征信程序也都完备，对不对？啊，跟他们谈谈看嘛，我们不抢他们大陆本土的生意嘛，啊，暂时不抢，以后还是要抢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哦，拜托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